嗨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这部影片我们来介绍关于无限挑战马超篇的高分阵容，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， Go Go！ 首先我们看到试炼加成的部分，把马超点到无火，并且把攻击打开，有多余的点数把攻击还有生命的三维都点满，难度系数是全勾的170。微笑我目前的分数来到了330万，使用的阵容是由 DC 的白白大佬所开发出来的，那目前我测试下来唯一可以替代的角色，没有公孙瓒的玩家可以把他的位置换成我们的文姬，不过分数会有所下降，只有250万，或者是说260万左右之间。关于配置的部分，雷云使用诸葛羁绊，好人曹操放上曹仁羁绊，潜能我一样放在画面上，有需要的玩家暂停照抄。再来是战魂，除了马超带弱点，其他都是怒焰。最后是幻舞的要求，大桥三开就可以了。神兵我们使用到和氏璧、葫芦、灵灯，那灵灯的位置也可以改为停刀，又或者是说龙吟枪。那今天没有和氏璧的玩家就使用扇子。再来是灵宠，主战可以选择比翼，又或者是说鹿鼠，两者都 OK。 陆战使用白虎以及酸泥，善灵的话就还是老样子。那么本次的马超篇刷分阵容就刷到这边啦，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